What's up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帅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 vlog。OK， 我是不是超久没有拍 vlog 啊？对不对？因为我绝对不是想不到 content 拍了，我只是真的很想，很久没有拍 vlog，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我们今天就是要跟我爸爸一起去买床，对，所以走起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 mall 里面拍 vlog 了，梦想隔几个月的事情了，所以现在很奇怪，那人哦，全部用那种很奇怪眼神就。这样看着我在拿着相机自己跟自己讲话。对，我之所以要买床呢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床啊已经是十多年的一个床了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之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可是因为它是 spring， 所以已经越来越软了，然后我的那个脊椎骨我已经开始歪掉了。 OK， 我现在起我要去那个整骨那边拍给你们看。对，我们现在真的就要去买一个比较硬的床，然后就用上多一个几年吧，拜拜。除此之外我虽然脊椎骨已经开始有点生硬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的床很短，我长越来越高了，我床真的太短了，所以我需要一个200cm 的床才可以躺好。然后同时我的那个腰已经很酸，我的背也是很酸很痛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里。对，我之前呢是有来过这里的，可是我真的选择困难，真的选择不到到底要哪一个床，因为我是不适合太软的，真的我需要的那种床呢，就是那种很硬的那种床啊，可是又不可以太硬，所以我现在就需要来选一个床了。所以有时候我还是带着爸爸来买家是不是？这个是那个 medium firm 的，它是一般硬一般软的，那个是全硬的。昨晚睡不够，突然想在这里睡。我觉得既然呢，我选择不到，对不对？就今天来负责睡觉了。然后给他自己那边跟修哥那边这样子自己讨论呢。虽然是我的床嘛，但是我决定不了，这样受不了，我不要理由。压死你！在纠结到底要拿 king size 还是 queen size，queen 就有点小哦。虽然是因为我自己要躺到这里啊，可是这边少一个。然后自己一个人睡是这样孤单的一件事情。我现在就在测量着那个长度。我是叫我室友很多比了我，就是在旁边一个，旁边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然后抱着一个，就这样缺乏安全感的状态。喂，那个不要讲出来嘛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是不是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呢？对，我们曾经的辉煌时刻，所有斯尼克拉都是在这里了。可惜不懂今年有没有斯尼克拉，希望会有啊。人哦不红哦，就是这样的咯，没有办法咯。不能 post 一个 story 哦，然后讲哦有没有厂家要合作嘛？哎，我没有在 diss 人啊，我真的没有在 diss 人。所以哦，自己的 studio 哦，还是需要买一点家私。这个4899，然后可以这样子折叠的。我是很好奇哦 ，event 这样短的时间准备，他们是怎样把这个鱼池放进来的？这个你们是怎样放进来的、啊？这个我们有安装的 team 来的。哦、oh, ，然后几天内可以做的？我们一天可以搞得点成。哇哦，哇哦 ，OK。这面临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，我刚就在看这个哦，结果戴上去过碰出来。好小好小，好，过一下。你要戴这种有 spring 的味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在这 Atmos，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双鞋哦，很像饺子，真的很像饺子哎。那穿袜子哦，如果矮的人穿好看啊，我觉得如果高的人穿，真的好像大象穿拖鞋嘞。如果新手你们要买，我建议你们买这个，真的好，真的超舒服。我今天是第二天的 vlog， 我昨天喝了一点小酒哦，然后我本来想要睡觉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睡眠体质有没有跟我一样，就是朋友一打来啊，然后很容易就醒来啊，所以我到早上7点才睡，结果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搞乱了，我现在要赶去寄东西，然后再去剪头发，5点半前要到发廊，现在是5:02，然后我现在就要去寄完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去剪头发，走起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到了理发店。怎么来理发店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我等下有一个同学会，我要做最帅那个登场那个，尤其是最迟那个出场，然后我就最帅那个，不然头发很丑，所以需要去剪一下。给你们看我的头发，但发际线已经越来越高了，有什么办法吗？生发水。我真的不要用那个生发水哦。因为生发水它没有的直发。所以你们在路上我看到很多人带学生他们都是刘海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就给他这样拨上去我看10个有9个都是这样高高的。我的还算很好了 ，OK， 我真的算很好。现在是5:43，然后过我现在就要回家，回了家不哦，我要去同学会，7点呢，你觉得来得及吗？我现在还在等曼莎拉，然后我要去到邦萨，应该来得及吧？不喜欢去中学同学会嘞。因为不喜欢了，尴尬的，太久没有见面了。话说，我现在心情是蛮紧张。然后穿得这样随便，因为真的太久没有看到他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下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，等下又给人家笑呦，你去拍影片还是什么屁？哎，你在做 YouTube 啊？呦，你做 YouTube？ 哎呦，我现在真的很怕，我也不知道那家店在哪里。
现在只能找找一下。这班人哦，就是这样贱哦！明明讲七点哦，我已经到了哦，然后里面只有一个女儿，你知道吗？她好像是啊，对过同班的，过同班的。七点十分了嘞，平常我一定是最后一个到的嘞。不过想今天我就不要迟到哈、哦，我要刚刚好跟他们一起到。那你知道现在我最讨厌第一个进去了，很尴尬。我喜欢最后一个进去，最后一个进去才有那种的呢。哎 ，hello 这样子。哇啦，我预算不到哎，失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刚才就在 group 里面问，怎么没有人啊？然后过后这个女的就来 inside 你。好、oh, ，I know，OK，、okay, 我懂在里面，但是我不要进去先，给我去走走一下，然后再进去。我现在就要进去装作我很迟才到，虽然我第一个就看到好。哎 ，hello， 你这样走到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是超级无敌预言家，我可以预言到等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等下就是场面一度安静啊，是不是？突然就会问，哎，最近过得怎样啊？你现在读什么 course 啊？哦，你还没毕业啊？你在 intern 啊？这样尴尬的一个话题，你看，哎，你最近过得怎样哦？不然有别的话题讲吗？不错，可以。然后就，哦，也不错，可以了，混得过。哦，就这样就 end 了。同学会都是这样嘛、啊？他现在帮我调着 spotlight 给我坐那边，因为我是坐在 spotlight 底下的男人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眼熟哎？他其实是有很多 bad time， 你知道吧？他上次装扮的比较像厨师啊，这是比较像导游啊，可是 MCU 也会带人嘛。看我们来到多么多人，然后我刚刚已经把他们所有哦，他们之间哦，你看不要看他们这样单纯哦，他们之间是有很多感情的，这个喜欢那个，那个又喜欢这个，然后又分了分。伤心笑一下，你不是学会了没？他讲他看到我的假笑视频真的很有用，来学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可是他影片没有 view，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view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全部人叫全部人，他们就讲哦，自己叫自己了，不是叫给全部人哦，对吧？自己叫自己了，所以我先答。阿正杰，自己叫自己了，好恶心。发现到一个东西，是有点地狱狗，但是确实真的很像。你们难道不觉得他有一点像吴孟达吗？什么？没有，你不觉得你有一点像吴孟达吗？所谓的地狱，没有地狱是真的有像啊，是不是有像到？哦，也就是从前呢，我们新年的时候我在板上楼上，然后那个人是没有分的，那个人就讲他吃，结果发生什么事？都没有约他捞你，都没有约他捞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我们全部中边，那个人没有中边。哦，周末呢？周末累啊，你还要问他？没有，因为你讲一个多一次，。什么周末？约他吃，他捞身放在那边。他想要吃，然后过他自己要收。然后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可以记仇记到现在，我都忘记了这回事。不是我们赌啦，他很蠢，这种人蠢，错到很蠢。你是自己不小心被点两鞭帽吗？这么样记仇啊，真是。然后最后他自己没有被爆出去吗？啊，他自己没有被爆出去？没有。你讲什么？所以讲很蠢哦，因为我们拉我们黑公关，他没有，他吃饭了，所以我们捞了就中，然后他自己自然就没有中。叫我想，我有点不甘愿嘞，我一直在白边呢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拍完合照了，我永远都是站中间，因为我是 C 位，你一跳我一跳，合帅明天出道，挺好的。虽然这个同学会不多人来，但是 overall 还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经验吧。所以今天 vlog 就到此为止。我觉得我这次要一直拍 vlog， 就每两天、每三天就要拍一个，这样我一个礼拜才有两三个影片上。OK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！快点去关注我的 IG 啊 ，Bisha！ 我要生日之前要破10K 了，懂不懂？去吧！哦，还有就是那个职业假笑，我明明就很中用啊，可是哦，越怪人的 content 越没有人看了，这样我觉得我不适合走这条路线了。OK， 拜拜。我是何帅。一个还在为梦想奋斗的20岁青年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关注我的 IG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